把您的心给我，把您的爱给我，爱给我。结果球出来了，看这球，啊！结果没想到，韦世豪把球打进了过下的球门。天哪，连自己人都馋！天哪，连自己人都馋！下，朗征，是朗征吧？嗯，一抬头，什么情况？马五，赶紧！没关系，马五的感染力很强，然后朗征啊也被强烈的感染了。他觉得我要不把马五掀翻呢，好像没显示出我受到感染。啊定位球战术，看看泰达的全舰队能不能抓住机会。安德烈奇尿，角球给到后脸的位置，看这次打门，哎，这球传的不错。这球传的不错，天团组合又来了。再来看，哇，这个球太吓人了！哎，扫到门前这边铲球，没有进啊！禁区里选择直接打门，这一下隋威杰还在场边喝水，而且球进的时候那口水还没喝完，转过头的时候一脸茫然。